我们今天找的露营地儿特别的好，是一个村委会的值班室，然后外面还下着大雨，这个值班室里面还有灯还有电，特别的好。今天晚上我俩就不搭帐篷了，直接在地上打个地铺就可以，还挺暖和的。饭我们已经吃完了，已经收拾起来了，咱们这个电在这都已经充上去了，明天我们就要到达卢朗小镇。好了，晚安。